1月31日消息，婚变后两年半以来，安吉丽娜·朱莉和布拉德·皮特首度被拍到一起出现。近日他们现身洛杉矶比弗利山一间办公室讨论孩子监护权事宜。两人自从2016年9月以不可调和的分歧为由提出离婚后，就再没有在一起出现过。澳洲杂志户爆出了此次图片，两人和法律专业人士一起会面。离开办公室时，朱莉躲过了镜头，但有人看到皮特走向自己的车时向镜头竖起大拇指。两人这次重逢是因为一项暂时的子女监护权协议。一个半月前，两人六个子女的监护权大战宣布达成协议，这是他们离婚事宜的争议重点。如果没有达成协议，这对前夫妻就得打官司了，他俩也因此得以避免对簿公堂。消息源透露，皮特被授予15岁的 Patsy、 14岁的 Zahara、 12岁的 Shiloh、 10岁的双胞胎 Vivian 和 Connex 的法定监护权。法院判定17岁的 Maddox 已经足够大了，可以自己决定要花多少时间和父亲在一起。